的事情发生了，但是希望大家给我们空间。那，我们相信警方可以赶快来追查。那我们剩下的就拜托大家给我们空间，谢谢。就是我们有看过那个监视器，认识那个年轻人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啊，最近有接到有人恐吓？没有，一切都非常的平凡，非常的正常。爸爸的作息都很正常，所以。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就交给警方好不好？八日清晨5点多，南市区渔会理事长林世杰从台南市南区新乐路住处出门准备爬山时，在门口遭枪手近距离伏击开枪，身中多枪，命危。现场遗留11颗弹壳，经紧急送往永康奇美医院急救后抢救半小时，仍宣告不治。警方已调阅监视录影画面追缉凶手中。